鼎浩，出生于1998年4月，身高180厘米，出自绿城军训，同张玉明师出同门，在场上司职前腰。同张玉明一样，杨鼎浩很早便去欧洲闯荡。2016赛季，他与平湖超豪门波尔图签约三年，并且代表波尔图 U19 队征战了那个赛季的 U19 欧冠联赛，成为了中国足球史上首位亮相青年欧冠八强的球员。在国家队层面，杨鼎浩曾入选过中国各级国家队，在希丁克带队之后，他更是博得了荷兰人的青睐，一举坐稳了球队主力。为了迎接3月份国际比赛预进行的奥运会预选赛小组赛，希丁克组织国奥队前往泰国集训，杨鼎浩榜上有名。不过这也会让杨鼎浩错过同恒大磨合的机会。对于恒大而言，杨鼎浩的加盟必然会加速队内中场球员的新老更替。在昨晚的赛季管理会议上，许家印老板便曾提出这样的要求，希望球队尽快实现全华班的目标。为此，恒大甚至必须在联赛中让子出战，并使用双外援出战中超比赛。这对于杨鼎浩们也算是一个好消息。